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华尔街故事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智能家居市场爆发，科技股飙升；二、基建法案通过，建筑股受追捧；三、加密货币监管加强，市场反应分歧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能家居市场爆发，科技股飙升。 各位亲爱的未来家庭主人，欢迎来到这场智能家居市场大爆炸、科技股飞上天的有趣讲座。我是那位被时代洪流冲刷出来的教授，专门研究从古至今人类如何通过各种奇妙的小玩意儿来改善生活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让人既兴奋又略感不安的话题——智能家居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。在遥远的古代，人们点燃火把来照亮黑暗。 用河水来解渴，用石头和木棍来建造庇护所。跳到二十世纪，电灯、自来水和水泥房屋成为了标配。而现在，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——智能家居时代，一个你可以对着空气说话，然后房子就会回应你的时代。想象一下，你刚下班回家，一进门，温馨的灯光自动亮起，温暖的音乐迎面扑来，甚至连浴缸都已经悄悄为你注满了温水，这不是科幻。 这是现在的智能家居给你的待遇。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群被称为科技股的公司的辛勤工作和创新。这些公司从最初的小蝌蚪般的创业公司，经过无数次的蜕变，终于变成了今天股市上的金沙。他们的股票价格就像是被绑在火箭上的马斯克的 Tesla Roadster，一飞冲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仅仅卖产品，他们卖的是未来的生活方式。但是。 这一切的美好并不是没有代价的。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，我们也开始担心隐私问题。毕竟，当你的冰箱知道你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饮食习惯时，这是不是有点吓人？而且，当你的智能音箱可能在偷偷听你和家人的对话时，这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像是住在了乔治·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？不过，让我们暂时把这些担忧放在一边，因为科技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。 智能家居的市场正在爆炸性增长，这意味着更多的创新，更多的便利，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。对于那些敢于冒险的投资者来说，这是一个黄金时代。只是记得，当你的智能马桶开始给你健康建议时，不要太惊讶。最后，我们要记住，无论科技如何进步，它始终应该服务于人类，而不是反过来。所以， 当你享受着智能家居带来的便利时，也不要忘记偶尔关掉那些设备，和家人朋友享受一些真实的人际互动。毕竟，即使在这个智能家居横行的时代，人类的温暖依然是不可替代的。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在这场智能家居和科技股的盛宴中，既能抓住机遇，也能保持一颗警醒而温暖的心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基建法案通过，建筑股受追捧。各位听众。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建筑股票投资者心跳加速的话题——基建法案的通过。这不仅仅是一个财经新闻，这是一部现代城市发展的史诗，一场资本市场的盛宴，更是一次建筑行业的春天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。自古以来，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不论是罗马帝国的公路网络，还是中国古代的长城和运河。 这些伟大的工程不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，也成为了人类文明的象征。而今天，当一个国家宣布了一项宏大的基建计划，这无疑是对那些建筑公司的一个巨大利好。当基建法案宣布通过的那一刻，建筑股的投资者们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，他们的眼中闪耀着贪婪的光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建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政府将会投入巨额的资金来修建桥梁、道路。 机场和其他公共设施，这就像是给了建筑公司一张无上限的信用卡，让他们可以尽情的挥霍在水泥、钢铁和人工上。这时候，股市中的建筑股就会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，股价会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蹭蹭往上爬，投资者们则像是在赌场中赢得大奖的赌徒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但是，就像所有的赌局一样，风险永远存在，毕竟股市是一个多变的战场。 今天的明星股票可能明天就会变成落水狗。不过，对于那些真正懂得投资之道的人来说，基建法案的通过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赚钱机会，这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好机会。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，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。这就像是播下了一颗种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将会开花结果，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。所以， 亲爱的听众，当你看到基建法案通过、建筑股受追捧的新闻时，不妨想想这背后的深层含义。这不仅仅是一场金钱的游戏，这是一场关于未来、关于希望、关于梦想的游戏。而在这场游戏中，最聪明的玩家不是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投机者，而是那些能够洞察未来、耐心等待的战略家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加密货币监管加强，市场反应分歧。 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——货币。自从贝壳和盐不再是交易的主角，我们的货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演变。现在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，加密货币如同一群叛逆的青年，冲撞着传统金融体系的边界。但是，当这些数字货币开始在我们的口袋里跳舞时，各国政府也开始皱起了眉头。他们说：“等等，你们这群电子钱币！” 可不能这么无法无天。于是，监管的大手伸了进来，试图给这场数字狂欢带来一些秩序。当监管的风吹来，加密货币市场的反应可谓是五味杂陈。一些投资者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嘶一声，他们担心监管会压制创新，让加密货币失去其独特的魅力。他们认为，加密货币的自由精神不应该被束缚，否则就像是把一只野生的鹰关进笼子。 虽然安全了，但也失去了翱翔天际的勇气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则像是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，他们对监管的到来感到欣慰。他们认为这是成熟的象征，是加密货币从青涩少年变成,成成熟大人的必经之路。监管能够防止诈骗和洗钱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，让加密货币市场更加稳定。就像是给野马装上缰绳，既不失其狂野，又能让它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社会。 当然，还有一些观望者，他们对监管的态度既不是担忧，也不是兴奋，而是一副吃瓜的姿态，静静的看着这场戏如何上演。他们知道，无论市场如何波动，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，而他们只需要找到合适的时机，就能在这场大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总之，加密货币的监管之路就像是一部精彩的连续剧，有激情，有争议，有反转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部剧中的观众，甚至是演员。 未来的剧情如何发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只是别忘了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，货币的本质从未改变，那就是信任。只要信任不灭，货币的故事就会继续被书写。亲爱的观众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智能家居市场的发展、基建法案的通过以及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加强。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关于科技和金融的，更是关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。 智能家居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舒适，但也引发了一些担忧，比如隐私问题。然而，科技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，我们需要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保持警醒。不管智能家居如何发展，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人际互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。基建法案的通过给建筑股带来了巨大的机会，但也有风险存在。聪明的投资者应该能够看到这个机会背后的深层含义。 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利益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将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。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加强引发了市场的分歧，有人担心盛行的自由精神会受到限制，有人则认为监管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，让市场更加稳定。而还有一些人则持观望态度，静静的观察市场的演变。无论是智能家居， 基建法案还是加密货币市场，它们都是我们时代的产物，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保持警醒，积极参与，并且记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暖是不可或缺的。最后，我想问问亲爱的观众们，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请留言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，让我们一起探讨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，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。 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